从负责维护系统运作的资讯作业服务部，到监控系统安全的资讯安全部，以及与业务单位携手开发系统的资讯规划开发部，你可以从资作、资安、资规三个领域中，依公司任务需求或个人意愿，择一或全方位进行专业学习或训练，职涯愿景宽广且明确。在华南，除了维运、监控、撰写程式外，你更将全程参与专案，从评估需求可行性、召开会议、控管成本与时程、拟定规格、有效转达业务面试需求给外部承包厂商、最终开发制程并及时回报，到确保阶段成果与预期目标吻合。只要积极提升专业技能，就能晋升为华南银行高薪高职等职主管级工程师，升迁管道畅通，等你来挑战。你能够成为面面俱到的关键人物，获得应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大幅提升专案管理技能。在华南，完善透明的升迁制度，破除年资框架限制，让你认真高效率的工作表现不被埋没。工作绩效佳，又有 PMP、SAS、MCSA 等专业证照，可快速累计积分，提高升等机会，同时获得专业加级，不受年资限制。升迁不用看运气，不必靠缘分。在华南有明确的职等调升基准，只要你的专业技能能够持续精进，将可逐步提升专业职等，获得专业加级。只要专业能力足够，就能晋升成为制定最佳技术架构与构想解决方案的专业职主管，充分发挥个人优秀的资讯技术，作为新进资险同仁的 mentor 或成为专案领导人，协助华南提升未来竞争力。专业能力佳且具管理能力者，更有机会走入负责业务营运及人员管理的管理职主管，发挥管理能力，成为知识、态度、技能、能力结构完备的管理职主管。谁说资讯人才只能当一辈子的 IT 宅？在华南，从建制后勤系统到经手前台商业银行端业务，你都能够争取历练机会，提升全方位银行业务能力。进入商业银行直系领域，拓展宏观职涯，从 IT 工程师转型成为一位全方位的银行家。在华南重视师徒制培训，安排资深前辈带领你，指导工作业务和传承丰富经验，同时具备完整教育训练，从新进人员共同课程、资讯业务内训到派训参与银行实务课程，更邀请外部讲师强化技术能力，让你快速上手没烦恼。在华南致力营造友善职场环境，2023年资讯大楼完工，让你有舒适环境，提升工作效率，提供弹性上下班制与奖励合理工时，让你免除过劳生活。在华南，我们制定了优渥的福利制度，你拥有14天的婚假、30000结婚津贴、每胎100000元的育儿补助，全数领先同业。每年进行年度调薪，如果专业职等提升，还有专业加级调薪，让你的优异工作表现立即反映在调薪及年薪。美满人生 is easy， 加入华南 ，made it happen。华南银行资讯部门提供以下6个职缺：专案管理人员、Java 程式设计人员、App 程式设计人员、资讯内控安全人员、资讯系统整合架构师和资深资安管理人员。欢迎积极进取、聚气图新、乐于接受挑战的您 ，Join us， 人生 is easy， 加入华南 ，Make it happen。详细招募内容，请上华南银行官网、金融研训院甄试专区、104人力银行甄才页面查询。华南银行。